干什么你？挑战书？嗯。哼。林青南，我是不会接受你的挑战。三日后跆拳道馆，谁赢谁得安然。原来。马拉松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啊、真的吗？真的。哦。安然老师，请到跆拳道馆来。我想，原来老师要出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代替我舅舅来挑战你。你添什么乱呀、啊？赶紧走，让原来过来。马老师，你是不是不敢呀、啊？我不敢。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子不要掺和。让你舅舅来，让原来来。我就是原来，我舅还是校长呢。赶紧回去。如果你不接受挑战的话，那你就得放弃安然老师。你放肆，怎么跟老师说话呢？赶紧回家去。来，不来。来，不来。来，不。来来来，不，你来，我不来。哎，听我说，别闹，你得来。对，你赢了。啊哈哈，哎呀，怎么来这套？马老师，我的手。林秋南，你怎么又欺负老师？我没有，我。安老师，你还好吗？我的手可能骨折了。这个是。安老师，请把我的帽子还给我好吗？我的手骨折了，可能。你太不听话了。安老师，我败了。祝福你们两个。马老师，你怎么了？秋楠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这就是你对爱情的态度吗？啊？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不是我。马老师，我们走。谢谢你啊，老师。太欺负人了，他们。
秋楠。哎呀，老师。安然老师，我要回美国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坏孩子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美国那边不要我了，这里也不适合，舅舅也不要我了。秋楠，我记得你讲过，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超级英雄。那其实每一个超级英雄在成功之前，他们都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，会不被世人所理解，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坚持了下来。所以呢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去好好的睡一觉。林秋楠，林秋楠，林秋楠。袁老师，秋楠在我这儿，你就放心吧。袁老师，谢谢你。我。没事了，晚安吧。